第一个问题是啱啱过去咗嘅兔年咧，你觉得自己有冇乜嘢嘢好遗憾，做得唔好，唔满意？你认真问噶嘛？我个舞台剧要打两个快，一个侧手花，一个后滚。你真系好介意？我真系好介意。我有其中两场嘅后滚翻嚟冇打好，呢个系我到依家都觉得好遗憾。有一部电影成套都拍得唔好，都拍咗唔少嘅作品，其他我都几满意，同埋都几 enjoy。唔知点解嗰套拍得特别紧张，同埋每一日都唔系状态咯。喺拍之前喺香港已经开始唔舒服啦，去到最重要嗰个气氛嗰一场咧，我竟然失咗声，喺个咁大嘅机会面前，竟然失声。我觉得情绪咯，都系我成日都即系个情绪波动好大。本来想搞一个 YouTube 足球明星赛嘅。跟住场都睇埋啦，观察成个大环境咧，都决定炸门啦，咁样即系有啲唔开心。口笑王，我本来一直都好支持你，但系睇完你口笑王嘅表现，我真系对你好失望啊！So far我做咁耐节目，第一次最大嘅人去话我唔中意，我唔中意你咁样，咁我觉得要。真的要反思一下。我卡住了在77kg， 即是我本身不知道百几减到77，跟然之后每次都落再落不到了，然之后就回弹。现在呢76。目标呢？目标啊，不懂定目标的那个人。当镜头就是苏志豪啦，呢一年有冇嘢想同苏志豪 credit 翻佢？呢个你真系好温情嘅，由我收下啲片。屌，谂下先。头先咧谂自己做得唔好嗰啲啊，谂咁好耐啊。有啲啊，喂有抢住讲。你哥，你赢。我觉得人生可以去到红馆，跟住再出埋歌，仲要跳埋舞喎。即本身呢幾樣嘢都唔係我叻嘅嘢，但係可以順利完成啊，都算係，我覺得係真係叻嘅，叻嘅，叻嘅，叻嘅。我覺得我喺管理 final 年嘅 discipline 嗰度咧，係真係一值得一讚嘅。佢係 final 年紀律隊長，頒獎，係頒獎啦，我哋叫佢頒獎。粗啦，平時要帶啲乜嘢嘢啊？咁即係收到指令之後，佢就會提我哋咁樣咯。上一年嘅話就係，好多嘢做啊！很多嘢咧係出面嘅人揾我哋嘅咁樣啦，呢種係一種肯定咯，我覺得。你哋可以同嘟姐做嘢。係喎，係喎，係喎。我唔得，我哋未做到，你哋做到。預備緊啫，嘟姐預備緊。去考 DSE 又拍咗個系列，咁樣拍咗7个月，又出咗10条片咁樣，跟住有好多。DSE 嗰啲 live 啊，跟住自己 IG 又 po 嗰啲 DSE 嘢，都幾好啊！對個學生嚟講都幾好嘅。我做咗個舞台劇，我覺得我 proud of 我自己嘅，係我人生裡面可以做到嘅最好。我 proud of 你，我都 proud of you。多謝，多謝。我覺得我有進步咯，對人對事嗰個理解，我覺得我有 feel 咗，即係我少咗扮明。哦。但我唔係本身唔明，我明多咗。而家到我哋唔明白，得啦，总之就系咁啦。我上年有第一个自己嘅个人演唱会啦，即系用晒我所有尽晒全去做嗰件事，所以我谂呢一个其中一个就系令到上年好似冇乜遗憾嘅咁咯。我哋三个啦都做咗几好大嘅事。我咪 N 九咯，一开头我哋有摩擦，可能有未做得好嘅地方，但系后嚟我愿意好真诚咁样同你去解决。我哋之间嘅沟通问题，开始会自己煮咗第二餐嘢食。我有一日带饭翻公司，哇，真系唔简单。其实带饭翻公司，你临出门口要整好咗个嘢食，准时翻到公司，然后翻到屋企好攰啊，但系再洗嗰啲碗，精神力同意志力嘅锻炼。喺镜头前定立咗一个目标，我哋一年后检视做唔做到嘅具体嘢。具体嘢，我知每一年年尾都会出个 po， 咁今年决定唔出，因为好烦啊！睇翻上年，我见到有抽咧有串嗰啲人嘅出 po 啊，今年乜乜乜，下年乜乜乜，今年点点点，下年出，系串咩？片啊！你系咪串啊？你自己问下自己个内心，呢个 po 系咪串紧嗰啲？我唔需要答你，我同我自己内心嘅对话。我问自己内心，你唔需要答。知道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加觉得我系一个歌手。唔够具体。我哋试下将呢个虚嘅目标
化成具體嘢啊？我唔敢講，我想拎獎啊！點解唔敢講？後面應該要講啊！我支持啊！你想、有冇話想攞咩獎啊？我想攞一個女歌獎，但係攞女歌獎手添。太緊張，真係太緊張，要！喂喂，OK，sorry，sorry，要版嚟嘅呢個，係咯，難㗎呢啲嘢。好，咁我下年有個目標就係要向住拎呢一個女歌手獎進發，女歌手獎。冇話唔使講係邊度 ，sorry。邊度嘅女歌手獎有冇啊？冇嘅，但我就希望音樂係有一個。Yahoo 可以。可以，係咪？新城都得，叱咤都得，即係咩單位頒俾你都 OK 㗎啦。咁你一定可以做到，相信我。OK 。你哋幫佢達成咯。成年之前如果真係出嚟咗，我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可以在台上面表演的嘢，做戲又得，唱歌都得。一個舞台的表演，冇錯 ，live 嘅表演。譬如你話真係九月啦、十月啦，都冇人找你做一個舞台 show， 你就自己搞噶啦，係咪咁樣？好啊，好啊，嗱、你話噶，好啊，咩都得。OK， 冇就自己搞，去嗰啲商場都得，都得啊，都得啊，係嘛？公園嗰度搞，都得啊，都得啊，好啊，好，嚟啊，搞過啊，哇，實質嘅嘢啊！執翻正個位。嗯，喂，唔得啊，呢個我做唔到。我諗過第二個簡單啲。希望今年唔好插咯，即係可能有啲人會喺一啲公開場合度講錯過一啲説話，然後衍生嘅一啲問題。我希望我唔好做錯。你有試過咩？我就希望我唔好做錯咯。即係好似嚟緊，如果我要去宣布金像獎入圍名單，即係我要確保自己一打開識讀曬所有名，即係我起碼一定要做啱曬所有事。所以阿冰的目标就是龙年不要塵，因为现在 DSC 搞緊电影嘛，咁希望在龙年可以圆满公映。我龙年希望个人 YouTube channel 有50,000订阅，我啱啱开始咗第一条片。我龙年我是希望我可以见到我个胸肌，唔见咗对肥仔波。我希望可以参与到电影，即系做到一啲配角角色。呢个系愿望嚟噶嘛？你系呢个愿望呢个被动噶嘛？有冇一啲具体我真系主动地去做嘅？我分享一下，彤彤就想有一个舞台嘅表演，佢就话如果等唔到，佢会自己搞。有机会做一个solo 嘅话剧片，咁你搞彤彤笑啦要。呢個我真係講唔出，呢個係我都係似願望，我覺得好似願望，但我希望抬起頭對住佢講，想做到有獨獨笑，幾大幾細都。今年內，今年係咪先？嗱，個鏡頭前講咗又係噶咯喎，龍年。我會同佢哋傾下咯，即係我邊同老闆啊？你作為一個老闆，如果我喺度同你講嘅話，你係點睇噶？我覺得揾埋阿修啦。我哋一齐听阿修嘅意见，阿修啊，如果唔系啊，即系唔好单拖，个人嘅独独笑啊。咁啊，开细啲咯。唔系讲真，你开细啲 OK 噶，唔系话你做唔到或者乜嘢，我会觉得既然第一次开细啲咯。OK， 但系你都可以试咗先噶嘛，做咗先噶嘛。支持嘅，好支持啊，实支持。好，龙年要学一样嘢，语言又好，风水又好，或者整车嘅都好，总之学一样新嘅技能。我當你唔使定咗係咩先啦，至少學咗幾多個月？3个月至半年。3个月定半年？半年。OK， 我會揾翻你哋噶。佢下年佢想拍你片嘅時候，啲人走數啦，唔好啦。鏡頭一轉，喂，蛇年到啦，喂，點啊？龍年我是會找老師學英文和普通話，3月開始學，學足一年，因為我好怕自己咧，遲啲有機會即係去咩影展就好啊，或者做咩訪問都好啦，我唔想講啲唔知乜嘢嘢啊。想像空間再大啲，荷里活成日都開始平權噶嘛，即係要多元化噶嘛。你諗下，如果真係有一日突然間荷里活唔知點解真係有可能嘅喎，睇咗你某個演出，然後 Marvel 想 cast 你，呢個我同自己講，唔係同你講噶。即係如果佢想 cast 你嘅時候，發現你啲英文，哎呀，真係爭啲。係啊，本身 Marvel 呢個角色就係真係想揾你去做。我想講，我前排睇 Netflix 咧有啲電影。楊紫瓊新嗰套劇咯，其實入面係有2-3个 agent 噶嘛，好老實，我真係唔覺得係特別好喎，純粹我覺得就係佢哋識得講英文，同埋佢哋身處喺個地方咯。咁我就諗，其實就係 exactly 就係咁啦，就係你自己嘅語言你要夠，跟住你先可以花時間去外地，你先會有機會咯。我想拍翻多啲似當真嘅片，即係有時如果當哪怕係開真心話或者開 live 或者係真係演戲玩笑話冇咩都好啦，咁都起碼1年12次啦。
我想做到大概五至六首歌的创作 full length 嘅。我要听到啲人讲 fit 咗，系 fit 咗，唔系好似冇咁肥喎。而家好多人讲，同埋好似瘦翻啲，唔系叫佢哋再喂 fit 咗，练一练，凑到二十个人做呢件事啊！一见到你，喂喂 fit 咗，你可唔可以 mark 低啊？即系一有一个就 mark 低，两个 mark 低，最好影张相或者拍条片。我会叫佢零零一咯，跟住零零二同。因为我可能一年后我会问翻晒你哋所有人。O K， 呢个 O K。咁你哋会寄望廿年后嘅自己系点嘅咧？呢样嘢讲廿年啊？廿年后，即系你哋已经三十岁啦。哇！好识讲嘢喎，系好识讲嘢，系喎，系喎，哎呀！大家十岁，大家边度嚟啊？边度嚟啊？我想我哋要做一个好优雅嘅中女咯，可以，可以，呢个系终身目标嚟嘅，即系三个要elegant，elegant 系啦。可唔可以整下容啊？四十几？喂，如果要整嘅，依家唔得啦，四廿几啫。唔系嘅咩？有啲冇咁痛嘅容整咗。有啲咩冇咁痛嘅容啊？美容啊，你唔需要真系入医院做一个手术，可能唔知笃嚿嘢喺度，你个面就会变咗。系喎，但系其实唔痛，唔痛可唔可以考虑啊？或者唔使咁长命？吓四十几啫喎，太短啦啩？我谂下先啦，可能我都我真太远啦，你点知觉得开唔开心啫？咁所以我哋嘅目标就要定开心。我觉得开心系几大噶，系啊，即系唔系容易做到啦。应该成为一个开心嘅人，系啊，开心而优雅嘅中年女性，系啦，冇错，最紧要。物业物三岁嘅话，我系希望其实系经济吓，唔使话好有钱，但系财富自由。即係好有錢哦！即係可能仔女啊嗰啲係已經係開始讀緊大學啊，讀大學你要生噶咯，你要生噶，你要開始生噶咯，係啊！你廿一歲係邊個？係，希望同梁雅瑩生咯，係講到咁清楚係嘛？未婚妻啦，係咪先 ？So call 入咗學好短時兩年兩年啊嘛，我希望廿年後我仲做緊呢件事咯，因為呢個 stage 我仲覺得自己中意呢件事，即係仲拍緊小説嘅。可以嘅，如果仲喺度可以拍。仲做緊 final 年，仲做 final 年。系咯，仲做紧演艺，仲做紧表演咯。我谂我应该开到自己嘅剧团啦，跟住系令到香港嘅艺术发展系同欧美睇齐。哇，你个目标好大喎！希望令香港嘅剧场艺术可以同欧美睇齐。我希望做到呢件事嘅。我之前有讲过一句说话，就系、是、纵使我有生之年经历唔到，但系我可以系其中一个嘅铺嘅呢条路，后面有人继续做落去。長期想學嘢咯，唔好唔記得幾年前嘅自己係咪啊？係廿年後嘅自己要記得自己廿幾年前嘅自己有幾咁坎坷，有幾咁慘嘅生活，一定要記住咯。無論到時你係有幾紅又好，或者拍咗幾多嘢又好，有幾多經驗都好，都有嗰個心態就 very 之 good。咦，我發現你 assume 咗廿年後嘅自己係成功嘅喎，樂觀仔喎。係啊，我都樂觀仔嚟。是的，我是真的乐观仔，我觉得就算我廿年后我不是拍戏，我不是在这行，我都是乐观仔，可能开到一间咖啡店，开到一间铺仔，继续做生意，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其实我本身个人呢是一个不是很喜欢 plan 将来或者为将来定一些目标的人的，我一年后的自己甚至乎我明天的自己会是怎样我都未知道，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你廿年之后再问我啦。希望你已经财务自由啦，即系已经有几千万身家啦，至少啦。然后嗰啲钱又钱滚钱，又帮下其他人咁样，哇咁啊开心咯。喂，你十年前问噶，你记唔记得你有问噶？我成日问嘅，你成日问好多人。我记得你问我同许言啊，跟住我记得嗰阵时好似搭拍长啲咯啲片 ，so far 而家都系做咗啊。首先我不是特别喜欢电影的，但我都希望 我有拍到好几部作品。演定是导导咯，同埋我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好想，我好想学识到中医这件事咯，同埋紫微斗数咯，同埋催眠咯。我都想有小说作品，好贪心哦。廿年后哦，又有几部电影，又要学识咗中医，又有紫微斗数，仲要有小说作品。喂，咁我冇一样我系 aim 好高嘅成就啊，有 aim 有啊，有应该 OK 嘅。观众听到晒噶啦，
輕鬆啦，屌，肯做就係啦，唔好慌啊，話齋。完。